主席，我深感荣幸。萨尔瓦多与新动力企业家商会紧密合作，共同建立了加拿大萨尔瓦多贸易局，进一步推动萨尔瓦多与加拿大之间的经贸联系，特别是在我们华裔社区的中的交流与互动。这一合作不仅代表着两国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，并且通过我们现在贸易局在16个国家的分布，凸显了国际间的经贸合作与共赢。我们衷心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，促进不同文化与族裔间的交流与融合，为两国多地的经贸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